以前我老师有讲讲一句话，讲吼，做啥物代志拢爱趁早，时间无等人。啊，我想讲，若要找翁，是毋是嘛同款呢？啊，阮翁是要去倒找呢？也毋过我相信，我有一双金闪闪、眼光阁有够好个目睭，我一定会使找到一个好人。我记得20年前迄一天，我第一遍要甲我个笔友阿平见面。阮约伫一个气氛真好的餐厅食饭，等食煞，我就问伊讲：“你即马会使带我去恁家无？”伊笑一条讲：“安尼会先紧。”我讲袂啦，咱做啥物代志拢爱趁早，时间无等人。伊虽然感觉足奇怪，啊，不过我嘛是用机车载我去恁家，我看伊骑一台 Vespa。不是 NSR， 也不是放大一三五，这表示说阿平是一个乖囝，这很重要哦。因为一个乖囝的背后，一定有一个好老母，一个好老母才有可能变成一个好大家。我细汉的时阵哦，我就一天到晚听阮妈讲吼，因大家是安怎甲苦读，啊，另外一边哦，我搁爱听阮阿妈咧骂因新妇。骂一世人，我甲我家己讲吼，我以后不爱像因安尼啦，所以啊，我再赶紧要去因家看因家拢是啥物人。一入去因家啊，我就看到一个年纪甲我差不多的囡仔，查某囡仔，阿平讲这是阮小妹啊。迄个查某囡仔真有礼貌，啊态度真好，啊佫比我较水。这个时阵，阿平伊老爸为灶卡撞出来。阿平啊，你当时交到一个女朋友，奈无甲我讲啊？咱今仔日是第一遍看到伊呢。阿平讲，我嘛是啊。这个时阵，阿平因妈妈为房间走出来。啊，欢迎啊！你就是阮阿平的查某朋友对？我讲，你相信啊？我只是伊个朋友而已。但是今嘛吼，我会了自我介绍四至六分钟。啊，我讲第一是这么重要，我干那会了。两年了后，我跟阿平结婚，为了要做一个好太太，我开始跟阮大家学煮食。我问阮大家讲，妈。烤鸡爱啥配无？想袂到，一个油仔的女士，煞笑到东倒西歪。烤鸡爱啥配无？我以前捌听过人讲这个笑话啦，想袂到真正有人无知影啦。我问唔对问题啦，啊唔过，唔管大家讲啥，你拢爱讲。我知啦，我了解啦，你讲的无唔对，我会尽量改进。除了一个情形，每一个，伊若讲，我少年的时阵，阮大家是有够歹斗阵的啦，伊定定无台无钱，拢要甲阿妈，我哪会怎歹命啊？小蛋，啥物台湾的大家拢有同款故事？妈妈，咱讲别项啦，讲一寡较快乐的啦。较快乐的，你当时要生第二个啦。妈，我45岁啊了，这不是问题啦。我今仔阁会使甲你带囡仔，考虑一下。我了解，你讲的无问题，好啦。我会尽量，但我是咧讲啥？阮大家吼有一个坚持，伊一定爱食烧的物件，烧的汤，烧的汤，烧的茶，烧的苦啦。苦啦，看你要啉苦啦吼，会泡一寡烧滚水，好袂安尼？你捌啉过烧苦啦无？我啉过，你还敢那威士忌？顶个月啊，伊来阮家。提一项物件给我，一张100万的支票。妈，我袂使甲你提这啦，我家己有趁钱，啊，你家己留咧用。伊笑笑讲，
你要照顾这个家，真无简单，这予你倒小天啊！哇！我问你讲，妈，我敢有做啥物有够好的代志？我讲无啦。我讲你真尊重我，安尼就够啊。即马，我阁袂当相信我的目睭，敢讲因真正是金细细，敢讲够够好的，会使找到一个好人？嘿，唔对呢，我是找到一个好大家呢。妈，可能我袂当了解你以前的艰苦，啊，不过我会使听你讲哦。啊，我嘛对你真感谢，唔是你，因为你给我一个好人，因为你给我一个好翁。有人咧讲，爱一个人，就爱爱伊所爱的人。爱是啥呢？为阮大家身上，我知影爱就是尊重。妈，你是安那？你来怪较早甲我讲的咧，你若较早讲的，我会尊重你十倍以上。